区第二个角球，奥斯卡开到禁区外围，跟上来，哇，漂亮！哇！上半场比赛正好进行到29分钟，艾哈迈多夫这一脚打得太漂亮了。奥斯卡聪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选了一个外围的，而且这球不等皮球落地，直接抡右腿打凌空，两下地面反弹，而且那守门员呢视线受干扰，反应明显吧？对，